手在中间，它很简单哦，哈、哦。好，然后你就直接把它折下来，绿皮跟绿，这里差一点点没关系。好，两个靠在一起，不是对折，不是对折，是尽量对折，尽量对折，折下来它变这样子。好，可以了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要看到两边都是绿皮哦，哦，不要那个白肉跑出来。接下来呢，里面你这一把里面最长的，就不分胖瘦了，最长的。对，然后它是白肉在上面，绿皮，这个，好，这一根是爸爸妈妈，讲一遍，爸爸妈妈，好，最粗壮的嘛，好，可以当爸爸妈妈，然后就直接放到上面，在中间呢，这样子，嗯，这样，十字而已，就是这个白肉，然后刚刚的爸爸妈妈放上来，就这样，简不简单？简单。好，然后呢，哦，跟我的方向一样，因为。你如果是这一手拐的，你会做错，好吧？这样对不对？嗯，好，直接包过来，变成这样，也是对折。对，尽量在中间，尽量，包过来。啊？不用穿。我没有叫你穿进去。对。啊，直接包着，对，把包着。你看了，我没有穿进去啊，我只有直接放上来，然后我包过来。嗯，包过来。是不是？是变成一个这样子。对。好，那现在这里是谁？我的手拿这里是谁？爸爸妈妈。爸爸妈妈。这里有两根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如果这是一个人的手，这里是他的肩膀，这里是他的胳肢窝，对吧？对。肩膀。胳肢窝。这里。肩膀。胳肢窝。好，那你现在看哦，离你比较近的这一个，是弟弟。弟弟。对，离你比较近，离你比较远的这一个是谁？哥哥，因为哥哥跑比较远，了解吗？所以我现在来，我们的关系讲清楚，这个是谁？爸爸。爸爸。好，离你比较近的。弟弟。哥。离你比较远的哥哥。哥。然后这里是肩膀。肩膀。这里是。好，我要这样做，只有一个动作，就一直重复。好，相接的地方要捏紧，固定住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手从胳肢窝过来。把哥哥往下拉，你先看我做完，我再试。我这样子手从胳肢窝，不要从肩膀哦，从胳肢窝把哥哥往下拉，然后绕弟弟一圈，下来跟爸爸妈妈排队。好，你现在做这件事，从胳肢窝去拉谁？哥哥。哥哥。往下拉，绕弟弟一圈，下来跟爸爸妈妈排队。嗯，很好，很好，对，全部做对。接下来呢，还有一个弟弟没有处理，对不对？好，怎么办？弟弟呢，脾气不好，所以你不能硬拉回来，他会断掉。做一件事，先跟弟弟讲声好话，在这里念一下，这里念一下，念一下，他就很快可以包过来，把刚刚哥哥的白肉盖起来。啊，如果你是整根的，就没差。弟弟怎么样念一下？弟弟是。弟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硬拉下来，他会应声而断，所以我在这个哥哥打包他的地方捏一下，压一下，他就软软的。过来。对，跟哥哥叠在一起，不要看到白肉。好了吗？哎，对对，没错没错。好，接下来要拿下一根，一模一样，从长的。对。好，来，这边绑过去。我知道你折完了，我不是老师，我那么厉害。对，对，对，好了吗？没有，好了。掉。要换麻药了。好了，你没有从胳肢窝下去了，你这样了。贴在它上面。这里固定住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的手要从胳肢窝去拉，拉下来，绕弟弟一圈。啊，这个弟弟折一下再合适。好了没？好了。好了哈，就是这样而已呀、啊。再看第三根了，我们再重头一次哦，全部都一模一样，不用改变。好，白肉盖上去。好，来，你从这边包，就一次都要包这一边，好，包过来。啊，现在你的手的点要在它交叉的地方，握这里，对不对？固定的地方。好，来，手从胳肢窝过来，拉谁呢？拉外面这根哥哥，拉哥哥干嘛呢？
包一圈，往下拉，包谁一圈？也是要包。包弟弟一圈，下来跟爸爸妈妈排队。弟弟折一下，下来排队。请你做五个没有距离的，这上面要五个没有距离的，这里啊，接下来要有距离，懂意思吗？对，请你做五个没有距离的，好，啊，一直从。